哇，罗志祥简直冒死呀！他最新未完的承诺 MV 找来金马影后舍弃跨刀助阵，那种感觉其实是强忍着眼泪。对，因为男生不能太大，但是那个眼泪又不自觉掉下来，然后你每句话都是在颤抖的。听后再讲，有没有在听啊？结果影后自己先笑场。咬不明显啊，要变明显。当然这两人是扮演一对恋人，因为有点口角，舒淇先抱抱，然后就给他咬下去。一下都湿了，一下是湿的，为什么？呀，太热了。啊？我一下是湿的。太热了。小猪的角色设定是个摄影师，还甜蜜拍床照。然后就抛下女友，说是要去非洲拍狮子。我这一次出去三年，要等我回来啊！要乖乖啊，回来一定娶你。就在舒淇黯然神伤的时候，我的梦想破了洞。我拼命的呼喊名字，消失在风中。咻一下，小猪就从非洲回来了，两人甜蜜放闪。残念的是，最后两人还是分手啦，是个悲剧来的。但至少曾经拥有女神过没？那我还蛮就是很开心，今天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拍摄这样的一个机会戏。哦，挺好的，他嘴唇挺软的。谢谢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拍《西游》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十分有天分的演员。他的演法就是他没有流很大的眼泪告诉你说我要离开你，他是告诉你用他那个一咬的感觉让你知道他其实很痛，但是他的心更痛，就很像打在鹅身痛的良心。我觉得他就是他自己，然后可以带给人家很多开心啊、快乐啊，又很幽默啊，很努力啊。我从小就看他的电视长大的，可以跟他合作是我从小的时候的愿望。